你的超黑的哎、欸！哇，黑哦！你说的非黑人啊？你是不是种族歧视？超黑的、欸、哦！欧妈妈，我跟繁星站起来有没有那个比例？对啊，黑白无常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站的比例就是繁星站最左边，我站中间最过、哦。你们是要那个吗？从那墨水从淡到油。可是哈基也很多啊，哈基是。哈基下半身都很黑、欸，哈基应该是要站在巧克力旁边的那一种。对啊，我一定是最边边的啊，墨水从有到没有，这世界莫名其妙。如果你只看上面，人家还以为吗？他现在显示的手机坏掉了。对，他说怎么都是黑白的，手机坏掉了，要换手机喽。哎、欸，坦坦，你把那个挡住了，坦坦，你把那个挡住了，挡、哦、住了，等一下，你挡住了，坦坦，挡住了，我去找看看有没有那个材质包是黑白全黑白，你挡住他了，全黑，你有事，坦坦，挡住了，全黑白，你玩起来也太痛苦了吧？真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，有的材质包哎、欸，黑白材质包吗？对。来吧，我们全部都黑白吧，黑白世界。巴黎快掉，疯了，来不及了。可以啊，这很快不是吗？才知道。下载下载。可装载会很多没有黑白的。没有，但是就自己有自己看的看而已啊。对啊，就自己看。哇，你怎么一找就找到？好快啊！我确定这个。它是 1.8 的，它是 1.8 的，对啊，直接套用后面的就不直接了，对啊，为了方块，就会看到有一些新方块就突然变彩色的，真的，好可惜哦，太可惜了，哪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下次啦，下次会有人刻字了哦，哎、欸、对啊，我们期待一下没有人会刻字，感谢观众，先谢谢各位，先下载下来的、啊，我找不到载点了。什么东西？那下载奇怪啊！你说 1.8 那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小姨借我过一下，应该是有吧 ？Download texture pack。我要看完广告才啊。团团借我过一下，我等你们再来看看效果。我在载，我在载。好，你载下来好像，诶，在哪里啊？它 download 在哪里？下载。我按 download 了，它写 download。我在 DC， 我在 DC。DC。哦，好诶。下载哇，好黑白哦、喔，秒好哎、欸，秒好，秒好，应该是没有很大、啊，有丢进去有找到吗？选项资源包，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有 DC 可以载了 ，DC 有资，没有他说丢到那个吧，还是要再解压缩一次，要再解压缩一次吧，可能哦，把它拉成资料夹拉出来，它是资料夹弄出来的样子，哎、欸、不对、欸，读不到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啊，读不到哎、欸。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啦，1.8太旧了，太旧了吧？算了，算了，那就算了吧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不重要，等观众吧。好吧，算了。对啊，等观众了，我们礼拜五就可以，我们礼拜五就可以这样玩了。还是爆笑哥，下礼拜我跟你讲，到时候正式赛就规定大家铁矿都分不出来，黑白材质包，没错。遇到铁矿，哎、欸，这是铁矿，是金矿、啊欸。对耶，哎，为什么死狗挖不出铁？爆掉！啊，弄不出来，黑白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好好，就这样。超级伤眼睛。我知道你们那个后置影片就调那个名字，直接调回去，里面全部调回接。对耶，调回接。真的。够苦。还要分通话吗？不用了吧。可都行，看你们了。这个要玩很快吗？快一点的吗？快一点的、啊，对啊，快一点的、啊，剩下没多少时间了、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哎呀，赶场，我知道啦，那就那个啦。嗯嗯，这样子啊。哎呀，哦，直接发亮了。好，来，好，那这次就不要同盟喽。这是巧克力的头啊！哇塞，好嗨哦！这有可能，应该不会摔啦。我就开始啦。好，我要先卡好位置，我要先卡好位置。先卡好水的位置，水的位置。水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下去了，没有摔。自己人。哎、欸，我先坐工作台哦。我在边界啊，我也在边界，要跑毒啊。啊，真假？你们有传过去？我是掉下来的。啊。
你怎么那么胖啊？对，小雨在中间，小雨在中间，小雨在中间，该去了，该去了。打 boss 哦！卡了有他刚开始会卡、啊。现在的地图档里塞材质包、压缩档就能全员不装材质包，也有材质。没关系，我们那个后置让你们全面黑白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全面黑就好了。拜托，那个调起来比较简单。对啊，那个会很黑白哦，很黑哦。超黑白哦，很认真的黑白。人生都是黑白的，绝对黑到你哭出来。哦妈妈，黑到你不要不要。好黑哦，好黑哦，哦妈妈。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那个内件不是也可以调灰阶吗、嗯？好像可以，可是真的好像没了。结果调错的话，就变成像三 D 什么的那个，不是吗？对，那之前的那个特效那个是。它好像新一点的版本就没了。是哦。嗯。旧版才有。对，那是旧版才有的。可惜。就它曾经有一个版本出现过啊。还有什么电视版那种电视的特效？对啊，可以戴黑白眼那个。开干啦！打喽！好凶，好凶啊！杰克说要打遍全世界啊！对呀、啊，干！刚刚拿我衣服，直接做装备。那杰克，等一下我看到你，你不能拿武器哦。对啊，你只能用拳头哦。用小拳拳吗？对，小拳拳，用小拳拳，用小拳拳捶人胸口。捶胸口，画面。然后选择是杰克，杰克的是，萌萌哒，萌萌哒，有事啊，萌萌哒，萌萌哒，有我装备了，我头盔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呀！哇塞！为什么你有了？爸爸！哇！你看看我的头盔，你看看我的头盔，不要过来！我看到你那样染上颜色了，你走开！啊，我也有哎！哦，原来你是说的头盔哦。为什么你们都有？还有颜色头盔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不要给彼此一点空间。不用啦，来，我这里有多一个头盔，你要不？快点、啊你！你手上给我空手，你要拿着头盔才对啊！来，我拿着，我拿着了，我拿着了！你骗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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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敢当我可恶？你居然是我！有头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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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头盔了！有头盔！冲啊！地上，不，自己人，你看我的血量，你在怕什么啊？我可能啊，你看我的血量吗？有来，我劈到了。你干嘛啦？我送斧头给你，哎，要一个，要一个。又来，你看我现在是超人战士，不是，我的头盔才是真的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的还是黑色的，拜托。你排挤我，你排挤我这种头盔是不是？你的不是黑的，你这样不行啊！我排挤耶。第三 round， 哎、欸，有了有，袁金月来，又一个来了。等一下。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最凶的那个竟然最后才出现啊！打起来！小雨，先打起来！小雨，拳打人！小雨，你先，你先！到底是怎样啊？哎、欸，这里也太凶了吧！你们在干嘛、啊？小雨，我要死了！巧克力，你小心啊！巧克力！被哈基在干嘛？快，你拿小拳拳捶他胸口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捶到一下就行了，捶一下就赢了，半颗星而已。他进，然后连点就可以赢了。对，你连点就赢。一点八，对，就这样。开下去就赢了，八中零了，1.8中0，我觉得。你已经学到精髓了，哎、欸，巧克力，我提示一下，他会从森林过来。
他自己都生病不是吗？我好像有隐形药水啊！哇哇，你挥好快啊！点起来了，点起来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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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起来点起来，去走走走出发出发，你往中心走，往中心走，你不要摔死不要摔不要摔不要摔，小心很高，不要摔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你快去摔死，你快去摔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哦。哎呀，你跑走啦！他跑走了，我帮你看一下他的位置啊。哪里哪里？报位一下。他在森林里面。你的右边，他出来了，他岩浆，你看岩浆，你看岩浆，对对对，有他往上了，过那个岩浆池，对，他在树上，他在树上，他是一名跳跳忍者，快点，跳跳忍者，你在哪里？哈基，哈基，要左边，哈基后面，哈基不是你的屁股上一名屁，对，最后面。手停不下来了，控制不住自己的右手，被中风了，手靠死了。你看，就是要超级连点他，被打了，大家连点他。全体连点，连点他。啊！不要打我。等一下啦，我刚捡到的啦！我的妈！送他稿子！你再换他！你不能拿稿子啊！好痛啊！送他斧头！小美送他斧头！我被打死了！剩下都是棒棒的！哎，他去送他斧头，我还没办法变图！他晚上怎么办？哎，团团假装他自己是生存的，真的假的啦？团团哦，他是假的，你越是假的，我发现了，哎，你们怎么假的？你们真假的？要真的。你怎么有错？有了。等一下，把那个有药水效果的。哦，哪里谁有药水效果？巧克力啦，他妈喝什么啦？是空手啊。可是你刚刚喝什么啊？有人拿武器！你喝什么？巧克力，我刚刚你胯下有拿东西，你再用一次。哎呀，胯下拿东西，刚刚是复活金苹果啦。我看，我刚看到你胯下有金金的东西在打。胯下有金金的东西在打。你吃金苹果？没有，你看错了。你还吃？有人氪金啊！氪金啊，抓到了。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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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
好了，休息，好，休息，休息，休息了，再见。好，我要跳，太卡了，太卡了，太卡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啊，感谢大家收看。那等一下应该会跟哈基小雨玩新路吧，想看的继续留下来哦，要休息的赶快去睡哦。哎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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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知道要结尾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好剪。好，拜拜。